我们来看这一次这一场比赛，威哥会不会又以那个老头来跟 AIN 做一下这个对峙？可是我觉得应该他有那么坚持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！哎呀，竟然用他竟然用老头，还是李强？所以正式开始了吗？好、哦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、哦、，OK， 比赛开始。双哥加油啊！两位都加油啊！哥自备的。哎呦，开始喽！什么是青锋侠一哥？开场对龟仙人，龟仙人威哥开场手枪拳，再来个飞踢，哎呦，三分之一去了。哎呦，你这样讲，感觉这游戏伤害做坏。哎呦，这么快！哎呀，预先下摔。哦，神龙之舞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记得这个招式的名字？神龙之舞。因为你高二啊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没错。哎呀，强边连抓。我们100公分的男人一直在猛烈帮威哥加油，差点脱下裤子了。墙边真的是要离开墙边。哦，漂亮的配招！哎呦，被摇醒之后，那个浮空之后没有，浮空没有中。哎呦，想要骗对方，哎，一个立回的飞踢。这个这出其不意的龙踢，其实真的还蛮难对付的。哦，哎呦，双方开始做，哦，当，哦，五下派生，哦，我们版主编失了，没关系，我相信击败灰的男人一定会，哦，击败灰 Rock 的男人可以，哎呦，哦，哎，这游戏为什么伤害那么高啊？哦，虽然我自己打很久，我还是觉得这游戏伤害很高啊。这两只角色破坏力本身就比较高一点。哦，这个漂亮。漂亮哦，这个 set 不错。哦，6K6K。哦。又是一个开场手枪拳，没有过来。哦，摇醒防完血栓。哎呦 ，PB miss 之后呢？喂，哦，下架闪掉，没有下去，没有下去屈身，哎，被晕了之后，哦，又一个手枪拳，这个是我不知道他，我猜是龙踢，哎，没有，他已经扛到对手了，却用手枪拳把他打飞，哦，这个漂亮。哇！六 P 真的回空。哎呦，断招！哦，一个 P 加 KP。哦，这个血量有点危险啊 ，A 哥。哎呀！哎呀！什么？威哥能用蛇女又击败 AIN？有我们击败灰 Rock 的男人得一分。哦，这个漂亮，哎，吉福，哎呦，我刚刚以为撞到冰块，结果，哦，哎，真的是二话不说直接撞，哎，一个 safe。哦，哇，这个招好像刚刚似曾相识啊，三阳哥的拐角也一直没有中啊。我现在 A 哥认真喽 ，A 哥非常认真，他神情非常认真，他不受其他人影响，他眼神非常专注。哎，哇，直接轰地，漂亮！这个折有点好笑，但是很有用。哦，这个真的好漂亮啊！可惜李强他可惜的地方就是他一定要呜，所以后面连乱连不到。哎，他那个收招太久了，六 PK。没错，哦，跑过来刷。20了，哎呀，两个灯。到底我们 AIN 版赛末点了吗？赛末点了吗？真的 A 哥要结束了吗？哦，漂亮，互相凹，一个凹闪上，一个凹下段。为什么想要这样打？哇，4KK 龙踢，这哪招啊？为什么想要这样打？
方又再立回。哦，漂亮！哎呦，漂亮！哦，拐角拐到了。哎，有没有屈身？我相信这是按错了，没有人开场。你说那个那个龙够转身，龙够转身，对，他可能想要帅一下。这没什么好帅的、啊，被打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发表一下感言，不愧是。不愧是击败灰拉克的男人，不愧是击败灰的男人，不愧是击败灰的男人。所以是威哥2-0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